你说你今年寒假回来吗？我也是，真寄来的。我也打算寒假回来。您好，那个干嘛？想请问您一问题，啊？您认识李一刀吗？李一刀，认识，太认识了。你干嘛？请问想了解一下您对他有什么评价？评价？李一刀？等，您就给我退，然后退，等等啊，大什么？李一刀啊？他属于那种封建社会中那种模范丈夫的形象，然后没有事没事天天就告诉老婆呀，说哎呀你干这个，估计啊就他妈快上板砖了。